既然坑了国家，赚了大钱，那大钱为什么不再账上啊？为什么又出现了巨亏15亿啊？你的那个案子很可能是被陷害了。审出的最大问题是京丰金盛矿的交易，一查到底，把这5亿追回来。又要5个亿，我是开银行的吗？荣成钢铁集团这3亿2000万，我讨定了。 喝酒喝酒，集中进行一次财务大检查。林满江要对你下手了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朋友圈改造为什么一放就是5年？为什么一放就是5年啊？这是我们的失职啊，同志们！我是被逼到了战场上。 在党的领导下，创造奋斗，才铸就了今天的辉煌。我们在其位，就要谋其政。